欢迎回到2024年街大轮台北女子高球赛，这场比赛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在台中国际高尔夫球场进行3个回合的赛事。昨天的第一回合，来自泰国的球员温一查是占据领先，今天在最后一组呢跟张静玲以及王琳琳同组。那张静玲昨天是-4的成绩，今天的这个第二洞第二杆还不错哦。对，欧尼查在昨天呢是打出65杆的成绩，领先所有的球员，而且昨天的65杆还包括一个 bogey。 那王一宁在右边的沙坑上来，在比较左边的位置，欧尼查刚才第二杆没有上，第三杆再切上来打一个低问球，不过这个球的距离应该也是不够。好，张建林在第二洞这边抓下一支 birdie， 昨天还不错，是打出68杆成绩，不过今天呢在第一洞刚才是吞了一个 double， 还好在第二洞刚才这个第二杆上来漂亮，抓下了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而王丽宁的长推过来推的是还不错了，不过这个球是稍微太左边了，那也距离比较远一点点。第二洞则是打 par， 对，王丽宁要继续停留在低于标准杆三杆。欧尼查第三杆切上来之后呢，这一杆也是要救 par， 没有能够救成功。哎呦，对，昨天的表现优异的欧尼查，今天呢竟然一出发的就是连续的2洞都比哦，现在成绩呢也是退到了低于标准杆5杆。然后第三洞呢，这是3杆洞，看一下刘燕。好，停下来，滚到果岭后方的边缘的位置。李金呢？李金这个球感觉上弹道就打得稍微比较高一点点，一直上到了果岭呢，球呢也是比较安定。由于赖一婷这个球有点右转，不过距离的控制也是还 OK。所以刘燕呢从果岭后方的边缘的位置推回来，虽然距离远不过没有问题啊，刘燕在这边又推进一支 birdie， 哇，今天推杆也是蛮不错的 birdie 连续的2洞 birdie， 所以刘燕是上到了低于标准4杆。而至于李欣呢，一出手就晓得这个球呢可能稍微左边了，对，有点转不回来。对于赖一婷则是打 par， OK。前三洞的都是打 par， 所以赖一婷仍然是低于标准杆3杆。而李欣的 par par， 李欣的目前也是-3的成绩。第一洞呢就抓下一支 birdie， 第一洞出事的球员蛮多的，不过李欣呢是有一支 birdie 的进账。欧尼查在第4洞。今天出事不利，在前2洞都是吞下了 bogey。 而张静玲在这边第三杆上来呢，很不错哦， birdie 机会。欢迎您，则是在果岭的左边哦，这个球呢打得有点短了，因此并没有跳上来，这个落地点呢跟他原本设定的是稍微短了一点点，也有可能是受到长草的影响，所以在这边还要再7次。罗尼查两杆攻上果岭，此则是他的一个机会，不过这个一个推杆呢，当然果岭的坡度变化是比较大一点。张静玲的 birdie，OK， 第三杆漂亮，因此在这个 par 5的球洞呢再度的抓下来一支 birdie， 今天的第二支把第一洞的 double 呢给补回来，回到了低于标准4杆。而欧尼查前2洞都吞下了 bogey， 在这个5杆洞呢也抓下了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回到低于标准杆6杆。另外就是在第7洞呢也是一个3杆洞，陈敏柔。很不错，
往极岸的方向来做进攻。今天的棋子呢是插在左边比较后面的地方，同组呢是黄玉鑫。黄玉鑫这个球就比较右边了。那是杨斐倩。哎，会不会太左？太左，太左。对，就杨斐倩在七幺幺，这是他的第三杆了。第二，刚才的第二杆应该是在更下面的地方了。对，切球呢会比较不容易处理。然而黄玉鑫的 birdie 推杆从最右边的地方推过来，这么远，这么远，然后力道呢也是差了一点点，所以这边继续来推 four par， 哦 ，nice par， 把这个 par 给收起来。前面是有一个 bogey， 还有一个 double。陈敏柔开球漂亮哦，这个 birdie 能不能掌握住？能不能掌握住？可以，在这个短杆洞呢，抓下了这一只。Birdie 今天的第一支前六洞呢全部都是打 par。 对，陈敏柔是上到了低于标准杆三杆，杨斐倩在回推的话他的第四杆咯，开球是偏左，因此在这个三杆洞呢最后是吞了一个 double。 然而李鑫呢第六洞的 second shot，右边这边，哇！结果最后呢是没有进来。刘燕这个进攻角度应该蛮不错的哦，从球道的左边，这边攻上来，很好。来停。这礼拜来台中国际高尔夫球场呢，对选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全新的考验呢。一般的比赛在台中国际高尔夫球场举行的机会是相较来说不那么多了哦。那之前建大轮胎杯呢，在台北球场、在台风球场举行过很多届的赛事哦。应该是有六届的赛事，除了2020年停办之外过去的六届赛事分别在台北球场、在台风球场来举行。那相较来说呢，这两个球场对选手来说应该是比较熟悉。哎呦，刘燕这边哇，推杆又来今天推杆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在这边再抓下来一支birdie，今天的第三支喽，所以上到了低于标准杆五杆。来停，这是他的 par 推杆，没有推进的话，在这一洞是必须要吞下 bogey。李鑫的这也是他的 par putt， 那相较来说是比较短虽然有点下坡，不过没有问题，把这个 par 给守住。今天一支 birdie， 一个 bogey， 所以是 even par。那来停在这一洞则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推到了低于标准杆两杆。黄玉鑫第八洞这一杆是稍微左边了，稍微左边了，并没有能够上到果岭。陈敏柔呢？好球！杨斐倩这边打是他的第四杆，八洞也是一个 par five 的球洞。好，待会儿看推杆如何。对，黄玉鑫呢在比较左边切进来，多滚一点哦，多滚一点。杨伟倩第五杆了，推 par， 用力，用力，用力，哦，有点太强。碰到洞，然后又弹了出来，因此在这个五杆洞，杨斐倩也是吞下了一个 bogey。陈敏柔，同样是从旗杆的下方推上来，不过这是他的 birdie 推杆。哎呦，嘿，陈敏柔今天蛮好的在这个五杆洞漂亮的长推杆抓下 bi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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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两洞的 birdie 进账。
而且今天也没有吞下任何的 bogey， 而黄玉兴打 par， 这一个 par 呢也是顺利的救下来。黄玉兴的目前则是高于标准杆一杆的成绩。2024年健大轮台杯女子高球赛在台中高尔夫球场来举行。我们这边稍作休息，马上回来。